冰淇淋。嗯，收腿快，好开，收，慢慢开，快，慢慢开，快，慢慢开，最后一圈快，慢慢开，还不。屁股要坐稳哦，坐骨的那个大骨要坐直。好，这样要握紧，然后抓着，手肘打直，身体往后躺。屁股要坐稳，好，原地吸气，吐气，这段收起来。好，吸，吐，左，要接到这一块，用到这一块，或是这一块。有听到位吗？你的大拇虎口一定要打开哦，不然会抓不稳。这样子。对，不然你手腕会很酸。好，来左。好，我们幅度放大，胸口可以开始转起来喽。右抓眼睛，看到右后手肘，眼睛看右手肘，看在这里。好，吸气，吐气，左手肘，眼睛。好，你在看，就可以看很久，看很久。现在认真新的可以角度可以去微调一下，好，一样你的左手上来有点昨天工作有跟没有用的都一定要洗，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。
用这些盐。每个人有准备树的照片吗？有哈，很多。具象描写，比如说，这是树干，比如说树干的线条，它可能就会有这几种弯曲的，然后或是不规则形状的。所以其实树的线条很多，可以让大家去做想象。所以大家想到树的时候，我其实如果我今天就随便乱讲说，其实如果是用英文数字的话。树枝的生长形状会有哪些英文字？比如说，大家就想到歪嘛，有没有？树枝岔开。然后 X 呢？比如说树枝相叠，有没有？那大概的话，它其实是一个圆形的一个概念。然后 W 跟 T 呢？它其实这个形状对我来讲，有些像是说树枝之间交互，比如说大的树干，然后它树根，或者它树枝再往下延伸。那我今天本来打算的课堂材料就是我带了全开的细胞纸，然后呢还有笔跟加倍颜料。所以其实这个也是这样经典的案例，就是说它从最具象的牛，它慢慢变成牛的轮廓，然后或者夸张牛本身身体上。